的啊？汤匙没有放碗里面，还有啊？碗里面你自己挖挖饭饭。挖空的没有碗。汤匙没有啦，你挖碗里面的。那手手要扶好，另外一只手手要把碗扶好啊。对啊，要扶好啊，碗才不会动啊。啊，再挖再挖。对，棒。你好棒哦，雨辰，今天自己主动要吃饭。对啊，把碗里面饭饭吃完，再挖再挖。里面没有空空的。里面满满的啊。你另外一只手要扶碗呢、啊，我要教你这样扶，这样扶，对。好好，好好吃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喝水？汤匙不要放那边啦，汤匙你放碗里面啊。汤匙欸，你的汤匙，你的蓝色汤匙，放碗里面，对。来，放回去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妈妈再扫就好了。你先吃。